哇，操！强开！折磨流吗？对呀，折磨流，那必须的。哎呀，这几个挂不上天灾，折磨不了了。那个不自摸的，想办法把他们四个全搞受伤。哦，非正式调查。这下不摸可是有的他们爽的啦。你真的不要摸吗，小老弟们？直接让他们裂开了，哦。
那二楼有个弹射托马斯，这还能修得动的啊！我是佩服的啊。 重伤加油灯加一拖伤，这自摸一下。一拖伤是不减自摸速度的，重伤加这个油灯，这摸的直接要哭啊！ 还想扶板啊，想多了。哦，一个加速，一个加速隐身，直接贴着他的屁股追。 铁制品第一个死的，有点可惜，要不然这个折磨起来，那机子也修不动，摸也摸不动，直接让他们起飞，自摸等于修机时间，不摸也不行，小铃铛要被偷。 双。